那什么，小伙子，你这样，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我这样，我那替我们老板再次给你道个歉，完了我再给你重新整一碗疙瘩。大爷，您这个道歉太没有诚意了，就这么完了，不表示表示。那你说怎么表示？您这样，我听说啊，这个店的老板啊，多才多艺，能唱歌能唱戏，您让他给我来个小才艺，我立马消气。这是你说的？对，你撞枪口上了。怎么了，哥？来，赶紧给他表演一段小才艺，完了他就不生气，原谅你了。我会那老些的，演那演的，就经常给我唱那个叫渣渣那个。那个啊，叫渣渣。小伙子，你站稳当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这才艺一露出来，别吓着你。你好好听着啊。行，先给我鼓鼓掌。来，蓝脸的诺尔顿赵玉马，黑脸的张飞叫渣渣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花叫渣渣，哇呀呀呀呀呀呀！妈，你的后半生可咋整啊？大爷，我问您个事儿呗。说，张飞为啥就想他妈了呢？他妈咋的就叫渣渣了？谁踩着他脚了？这个妈呀！哎、呀过去吧。我挺卖力气。你说你唱的什么玩意儿？那叫渣渣是这么唱吗？对啊，那叫渣渣应该这么唱。好，唱的太好了，这大爷唱的真棒。小伙子，站住点。咋的？我还没唱呢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换听了啊。那个，听着啊，叫渣渣应该这么唱。您来了，您来。蓝脸的窦尔敦，盗御马；红脸的关公战场上，黄脸的典韦，白脸的曹操，黑脸的张飞叫渣渣。我大爷，您这就是真的好，专业的吧？你俩别在这互相吹捧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吧，业余专业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专业业余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就这小子，是不是你故意把他找来耍我的？我怎么会找他来耍你呢？这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。你说你不认识啊？我真不认识。小伙子，你干啥的？我干啥的啊？我今天来就是来揭穿你来的。你揭穿我啥呀？你呀、啊，你骗我妈你！哼。我骗谁了？你骗我妈。我怎么骗你妈了？我妈还特意说脾气好性格好啊，能歌善舞的，这长得难看这无所谓了，我一看这不是胡说八道的。你妈是谁呀？不承认的。你看你是我非常尊敬的人，你是一个很有道德底线的人，你怎么还能有这事儿呢？我有什么事儿了？我有啊。你妈是谁呀？甭管是谁，以后跟你没关系，我不同意。